好，我哋翻嚟第二节啦。咁啊，第二节咧，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啦。我哋嘅记忆啊，其实系咩组成嘅咧？嗱，我哋记忆有几种记忆啊？有长期记忆啦，有短期记忆啦，有即时记忆啦。即时记忆嘅就系啱记完即刻唔记得咗啊嘛。嗯。老人家咧，记忆啊，即时唔记得。老人家咧最大话咩咧？个短期记忆丧失咗，即系点解成日讲啲以前嘅嘢？咁你琴日嘅嘢都唔记得咗，咪梗系讲以前嘅嘢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啊！当你咧发觉你自己咧，唔記得琴日食過咩飯咧，或者今朝咧就做過啲咩咧？咁你開始就要 check 一下自己啲短期記憶係咪喪失咗啦？咁冇辦法啦，我小弟我都出現呢種症狀，所以我都要小心啲。即係琴日做過咩自己唔記得咗係嘛？即係今日晏晝食嗰餐，你要好用力先諗得翻出嚟咯。即係你唔會真係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唔記得嘅，但係你會發覺比起以前咧就真係慢好多啦，啲嘢要攆得耐咗啦咁嘅樣嚇。咁由此你大家唔容易即係唔難啊理解就係話咧。其實所謂短期記憶同長期記憶係可能喺腦入邊係兩種唔同嘅機制嚟喎。咁我記得咧，我哋講到喺科學新知講記憶呢個問題咧，我哋講咗唔止一次嘅。但係咧，應該就冇試過講今次呢種嘅內容。咁因為今次呢個我覺得係幾勁、幾大嘅新發現嚟嘅，所以佢嗰個結果就刊登咗喺嗰個《自然》期刊嗰度。咁我哋以往提嗰啲記憶機制咧，我哋估過幾個可能性嘅。我哋會話啊，譬如話短期記憶。就跟我們那些前額葉有關，前額葉不發達的話或者受了損的話，就短期記憶很差了，很多東西就很容易不記得了，也都看到一些記性好不記性好的人，那個前額葉的發達程度可能有不同，還有不單止由那個腦的結構上面，是由那個腦電波的複雜程度活動來說，也都 會有分別。咁然之後咧，探討記憶嘅過程，其實大家有好多唔同理論，亦都有好多唔同機制喎。咁除咗由嗰個腦有即係嗰個邊一部分發唔發達之外啦嚇，咁同時我亦都會用嗰啲腦電圖嚟去睇下啦。咁譬如你去嘗試回憶一樣嘢嘅時候，同你去嘗試去記咗一樣嘢嘅時候，嗰啲腦電波嘅走勢會係點咧？原來有啲研究係好得意，佢會話咧。原來你嘗試去叫做回憶翻一件事嘅時候，同你開頭去學習去預見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個腦電波嘅機制咧就好似喺度回緊帶嘅喎。即係譬如話，原本佢有個信號係由一個 A 點一路散落去，然之後由 B 點嗰度去到結束，中間經歷過一大堆嘅神經元有啲活躍嘅過程，可能仲有幾下反彈添。OK， 走嚟走去添，到你回憶翻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係由調翻轉個方向，啱啱好似調翻轉咁樣，就係攞翻嗰個記憶嘅過程就會係咁。咁所以有人亦都會話，其實呢啲記憶喺我哋腦入邊嗰種存在嘅方法係點嘅咧？嗱，我哋就亦都講過呢個睇法嘅，就係話電腦記嘢咧就相對簡單，好明顯有個記憶體嘅單元，而且亦都有長期記憶同短期記憶部分嘅喎。嗰啲譬如話一啲熄咗機就唔記得嗰啲咁樣嘅 RAM 嗰啲咁嘅嘢咧。就是一些短期記憶，個好處就是個反應很快，但是呢如果是去到那些叫做硬碟，或者現在講那些叫固態硬碟，那些就是屬於一些比較長期的記憶，是不是？那些就是就算你熄了部機，它繼續會記下，你下次開回機，它一樣可以讀得出來。那其實電腦都有這樣東西，但是呢電腦那些記憶就是很特定，是有一個部分專門用來裝記憶，你拔走了就是沒有那個資訊，插回去就會有回。咁我哋就話喂，人腦咧就唔似係咁嘅喎。人腦嘅記憶過程會唔會就係一個好動態嘅電腦過程咧？就係不停地有啲信號喺度攞嚟攞去，就維持住個記憶咧。甚至乎有啲信號會落咗去神經嘅其他部分，所以有人會話移植咗心臟之後，就好似有咗第二個人嘅記憶咁，會唔會即係咁嘅咧？咁一路咧都好多呢啲理論嘅。嗱，我唔會話呢啲理論一定係啱定係錯，因為咧有人提得出嚟，都有人做嗰啲實驗嚟去部分得到去證實。而我哋而家相信就係人腦嗰個記憶機制應該有幾種唔同嘅機制嚟擺埋一齊。而啱啱咧呢個《自然》期刊發表嗰樣嘢咧，令我印象咁深刻嘅原因咧，佢竟然講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原來我哋人腦長期記憶嗰部分，透過乜嘢嚟去組成我哋長期記憶咧？竟然係 DNA 有參與喺其中。嗱，咁呢個好特別，因為我哋一般對於個記憶嘅理解就係喺腦度啊嘛。係。
但係如果你係 DNA 係全新嘅咯喎。係啦，咁同埋佢喺個腦嗰度亦都以咩形式存在咧？係咪？咁嗱，當然啦，你 DNA 係可以承載資訊嘅，呢樣大家唔會反對啦。我哋個遺傳資訊會擺喺度，甚至乎我哋免疫系統作為一個器官，我哋呢個免疫系統點解會記得一啲病原體啊？就是因為有啲 DNA 資訊入咗去咯。譬如嗰種叫 CRISPR-Cas9 呢一種諾貝爾獎級數嘅呢種技術，基因剪接技術點解可以發展到出嚟啊？就是因為我哋透過研究免疫系統，發覺個免疫系統係有辦法將一啲已經打敗咗嘅病原體入面嘅其中嘅基因片段截錄咗出嚟，去擺入自己嗰度，就令到自己嘅免疫系統記得咗呢一種咁嘅病原體，下次就識得去產生啲抗體嚟打佢。咁其實原來免疫系統本身就有一定的這種記憶功能在這裡，但只不過我們很難想像原來這種記憶功能可以幫我們去記憶，原來就是我們為什麼小過幾歲的東西記得這麼清楚，老人家到已經老退化但都還好記得年輕的東西，原來是去到落到 DNA 層面去解釋的。咁呢樣嘢我覺得非常非常之犀利。嗱，咁呢個研究要介紹一下，咁佢個古仔係點講嘅咧？咁佢原來已經幾年前咧，係透過研究一啲老鼠，佢去點樣去記得呢啲恐懼嘅行為，即係你夾硬將一啲恐怖嘅經驗、恐懼嘅經驗嚟話俾佢，即係嚟去教俾佢，然之後等佢累積到一個長期記憶，令到佢以後見到嗰件嘢都識驚嘅。咁即係中間，你梗係諗到一個牽涉到好多次去虐待嗰只老鼠嘅過程啦，就係佢譬如一見到呢樣嘢就電一電佢，好多時就用呢啲噶啦。咁令到佢咧，佢每見到一樣嘢嘅時候，佢自動識驚，識得避開，識得去即係打冷震、知驚咁樣。咁就發覺咧，呢啲老鼠嘅腦入邊咧，嗰啲 DNA 同埋佢入邊腦部嘅嗰種發炎嘅過程是竟然是即是有牽起到有不同的，即一隻曾經不停地受驚過的擁有對於某一種嘢嘅事情有個長期記憶的一種老鼠，我哋發覺佢腦部入邊係非常多的呢啲，即多咗一啲比較散亂遊走咗斷到一段段的 DNA 咧，就喺嗰個腦部嗰度咧就瀰漫住。而且在这个脑里面，因为很多这些散乱 DNA 的话，竟然也都掀起了脑部里面那个免疫系统的其中一部分的反应，是去帮你做一个 DNA 重组。那原来现在发觉就是说，在这个呢产生恐惧记忆，同埋应该就是对应一些长期记忆的时候呢，是有一个 DNA 拆解重组，同埋有个免疫系统部分参与的过程在里面。咁由呢樣嘢，我哋睇到個長期記憶形成，竟然係牽涉到有腦部嘅免疫系統嘅參與，同埋有埋呢個 DNA 嘅參與喺裏邊咯。係啦，咁嗱呢個即係情況係咪代表咧？就係每一次刺激咧，其實嗰個反應唔係就喺個腦度，係即係我哋成身嘅 DNA 都有反應。嗱，唔可以講話係成身嘅 DNA， 但起碼你腦部嗰度會有一啲。由嗰個神經系統，佢哋可能應該就係個神經系統自己屬於個神經細胞自己嘅 DNA， 咁佢嗰度就有嘢去拆咗出嚟，即係唔係話即係你記憶嘅過程唔可以講就係你身體入邊所有 DNA 參與，係即係有 DNA 參與，但係唔代表你身體每一樣嘢嘅 DNA 都參與。而家特別係講係個腦部嚇，而家就係話咧，當你譬如有一樣嘢好入腦嘅時候咧，原來。即係對於喺你個腦度發生嘅咩事咧，就係你唔單止你嗰個嘅前額葉有反應，而係能夠有進一步其他嘅反應咧，就係牽涉到將呢啲嘢去擺入去長期儲存嗰度嘅。喺呢個過程入邊，嗰個神經對於呢一種咁嘅信號刺激嘅反應係咩咧？就係佢有一部分嘅 DNA 係會拆斷咗，然後咧就。令到個腦部咧就有一種 DNA 修補嘅機制咧，就將呢啲咁樣嘅基因片段去重組翻，而且似乎喺呢個重組過程入邊係有一啲嘅資訊係代表住呢種咁嘅長期記憶喺度。嗱，實際上嗰個好仔細嗰啲咁嘅資訊係點樣排入去，我哋而家未有機制去睇到嘅。但係而家就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睇到，就係話長期記憶如何擺入個腦入邊，原來牽涉到嗰啲。即係神經系統入邊嘅 DNA 嘅拆解同重組喺裏邊，而且仲要係竟然係有免疫系統入邊其中一個機制去參與咯。啊，咁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要記嘢，
其實拆咗就係你腦入邊嘅 DNA 要拆散咗再重組。係啦，嗱咁呢樣嘢同我哋磁碟好得意喎。你個磁碟上邊有一啲嘅資訊你要擺上去，你個磁碟入邊嗰啲分子嗰啲入邊嘅磁場嘅排列就要重組。OK， 而家只不過我哋腦入邊似乎就係話有一啲嘅資訊記錄就係牽涉到一啲 DNA 嘅重組。即是究竟最後就是某這件事記憶最後怎樣是將它轉化成為一種 DNA 語言記下來，然後這件事又怎樣可以去讀出來呢？還有這件事記得住的話，即是代表著這種 DNA 是會繼續複製下去，即是它一路是傳流下來可以繼續複製下去。然後這種記憶的消失可能就是說它這種 DNA 的濃度慢慢越來越少了，我們甚至乎不再嘗試即係經常記起佢啦，我哋經常記起佢嘅時候，我哋就有個信號又出嚟，一有呢個信號又俾翻佢刺激落去，就好似温習一樣。即係呢樣嘢我唔知道咧，即係台長你有冇試過好用腦用腦到一個地步，你覺得個腦喺度發緊熱嘅？你有冇試過咁嘅經驗？我冇啊，你冇係嘛？即係我幾時有試過咧？我話你聽就係、是，當我嘗試去睇到嗰啲相對論同埋量子場論嘅時候咧，我真係睇到個腦都熱嘅，係會覺得嗱，我唔知道呢啲純粹個人主觀經驗啊。通常你諗到呢啲個腦突然之間熱咗呢啲嘢咧，好多時啊，我唔知道會唔會就係佢同佢講嗰啲發炎嘅機制有關咧，已經係熱咗咧，已經係用到。哇！你行電行咧，行過 work 數高嘅，唔係。其實都係腦就係一個會咁嘅過程，即係你發覺就係個腦點解會叫做感覺到個腦用緊力啊？原來入邊就有啲更加急劇嘅新陳代謝活動係進行緊嘅時候，令到你嗰個耗氧同埋耗費嗰個嘅燃料食營養更加多，於是乎成個新陳代謝快咗，佢會熱咗。咁呢樣嘢會唔會最後即係喺呢個文章冇提啦？會唔會竟然都係同呢啲咁樣嘅 DNA 嗰種拆散修補機制有關咧？咁呢樣就唔知啦。咁呢度可以解釋多一樣少少嘅嘢就係咩咧？咁佢哋點樣證實到係同呢一個嘅免疫系統嘅其中一部分嘅過程有關咧？咁喺呢個文章有提到嘅，因為咧。要牽起到呢一種咁嘅免疫系統機制，入邊牽涉到一種即係應該係牽涉到一種一組嘅基因嘅資訊喺度嘅，同個免疫係有儲存住咗，即係攞嚟主宰住個免疫系統行為嘅其中一種嘅基因嘅資訊。咁喺呢一堆咁嘅研究者入邊咧，佢將其中一隻老鼠佢嘅免疫系統入邊嘅其中呢個基因呢個掣熄滅咗。令到佢咧呢只老鼠生出嚟嘅時候咧，佢個免疫系統入邊就冇呢種叫做幫助基因修護嘅機制喺裏邊。發覺我將呢個基因嘅掣熄滅咗，將呢個免疫系統呢部分嘅反應熄滅咗嘅時候咧，這個老鼠嘅長期記憶差咗好多。咁所以就喺呢度睇到咧，嗰種過程就係免疫系統唔係成個部分啊，免疫系統入邊其中一種機制如何？參與呢個基因修護嘅過程，而呢種基因修護過程竟然係同個長期記憶有關。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研究就即係大家都睇到嗰個重要性就是說，就係話即係而家當我哋去轉得越嚟越深，睇到個機制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呢個自然期刊度咧就即係湧現咗今次呢個文章就是說，就係話將即係點樣係其即係提出另外一個嘅好重要嘅證據，就係話呢一個嘅長期記憶如何係走入呢啲生物嘅腦入邊，而由老鼠例子，我哋都相信咧，照計人亦都會有類似嘅機制喺度。嗱，但係佢呢個佢冇細分，頭先你講係幾個唔同嘅嘢啦，譬如話個恐懼嗰、那個呢、這個我哋有意識嘅記憶啦，我哋記啦，但個免疫系統唔係噶嘛。我哋唔會記得話，我遇到只菌嘅時候咧，我個免疫系統係點樣去反應噶嘛？呢個係喺嗰個，佢唔使走入個意識嗰度層面嘅，喺意識層面嚟噶嘛？係啦，係啦。咁佢即係而家好得意嘅，即係個免疫系統本身似乎佢既有一個主，即係扮做翻佢免疫自己嘅功能之餘咧，佢入邊有啲機制原來亦都可以參與咗喺我哋嗰個人嘅記憶嗰個當中嚇。即係我即係有時好得意啊！有即係如果大家有時去。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呢，你病得多的時候呢，你發的夢會很不同，即是你臨去發燒之前那晚你個人在吐病的時候，你發的夢很不同，容易發惡夢一些，而且甚至乎有人就會是已經是可能久病成良醫，由那個身體狀態突然之間為什麼個人的情緒
会特别唔同咧？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系咪就嚟去病？咁当然就系即系呢样又好好多好多说话，即系好多好多机制可以讲啦。可能身体入边嗰种微生物平衡改变咗，令到个肠道生态平衡改变咗，于是乎我个心情都唔同咗。但系原来已经系有只病喺度勾紧。但另外一方面就系免疫系统原来同我哋个身体情绪，同我哋面对挑战时候嗰种勇气。是有一個關聯喺度嘅，呢樣就已經我有以往有研究睇得到。如果你話俾我聽，最後佢竟然同呢個記憶同我哋意識都有關聯咧，我即係一啲都唔會驚訝喺裏邊咯。好，我哋呢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咧？就嗰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說咧，喺幾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嘅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咁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咧？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啊乘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向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咧？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今日咧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咧？嗱，其實你諗下。如果 shapeshifter 是真的話，就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呢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其實是 shapeshifter 去模擬回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喂，那換句話來說呢，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就並不是我和紀圖在做節目，而有兩個人就扮演我們在做節目的、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咁有機會呢人就真的追緊假的節目，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了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紀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鐘仔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㗎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系咁先，之后咧就有神秘之嘢啦。并唔系真系我同阿台长，唔系，我做台长，所以我系企图啊嚟嗰次，sorry。